嗨 Michaela， 你好，你跟大家挥挥手 ，Everybody 跟 Michaela 说嗨。然后在最右手边呢，当然是我最美丽的太太李永贤。大家午安，我是永贤。Hello， 大家好。那今天非常高兴，艾利克斯家庭可以出现，谢谢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是全新的 BMW 的这个二系列的 Grand Tour。那可以讲一下呢，其实刚刚看到空间很明显的变大，刚刚从这一台跟这一台出来了。这台来出了六个人，五个大男生，一个小女孩塞在里面，加一位我们的驾驶员 driver 就是七位 ，OK。所以一开始就讲到这个空间，永贤，我知道对你来讲，一个七人座的好像是一直不停的在你跟你的老公在讲，我要七人座的，我要七人座的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其实我从生小孩之后就想法有一些改变，以前就很喜欢小的车子，可以跑得比较快。帅气，但是生了小孩之后，重点是有空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个就是生了小孩之后，你的东西变多，推车啊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，大包小包，又加上我们的爸爸妈妈都从国外回来找我们，然后他们来的时候就多了两个人，就变成我们七个人，我们平常的车子都坐不下，就要开两台车。所以我一直一直跟我老公说，我就是要一个大型的车子，一个 MPV 的车子，我就可以坐七个人，我们不用浪费两台车的油出去玩，我们一台去海边，去哪里玩，去台中，去台南玩，就一台车搞定了嘛。他就一直讲，因为他的爸爸妈妈父母亲每一年会从夏威夷来一个月，然后那一个月我们就出去玩的时候就很不方便，然后他一直跟我讲，然后我就一直说 no no。我不要开 minivan， 我有形象，我是一个男生，我不要开 minivan。 我说我一进那个 minivan 的世界我就退不出来了，后来我就卡住在那边，所以他刚刚讲